很可爱，赶快把门打开。拉好，都拉好。来，我提起了球票。老弟，老弟，好不容易修理了。越乡下的地方才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的杀猪宰羊啊，这样子出来敬献神明的画面。在博东这边啊。随着啊那个马鸣，随着马鸣山那个五泥大颗五泥啊王啊，虽然渐渐已经到了一个尾声了，但是啊现在博中啊三声吼博九中鸣中心啊，啊听五泥王声啊那文静水声啊，看到很传统的、欸。真的是越乡下的地方才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的杀猪宰羊啊，这样子出来敬献神明的画面。看，还要给兵妹的买超水啊，啊，开机得影，该传的都传好啊。家家户户啊，真的对狗年都超级虔诚。这一片受到果尼翁眷顾的土地啊，你看到沿路上多少的香案桌啊、信众，甚至已经现在很少见的台地都有，然后出来就是迎接果尼翁，是为了答谢他的这样庇佑和眷顾、啊。今天收集到了第三头，而且这一头猪超巨大。在这种地方啊，你就会真的看到很多很淳朴的一些画面。当台地都真的是对果尼翁的一个敬仰喽。神奇吗？可能是我在乡下的地方，这种村庄才能看得到这样那么可爱的画面。谢谢。可以看到这边的居民啊，多希望这样欧吉的话呢，扫扫哎。把里面一些不整洁、不干净、无形看不到不好的东西把它收走，很可爱哎！这样真香看到，然后就赶快把家里的门打开。打开啊！狗很可爱，赶快把门打开。这种饲养就是单纯的让人家很着迷啊，这样子都希望能够受到这样狗尼翁的保护、保佑及眷顾啊！啊！你看到安尼乌气，伫安尼洗洗捞捞的啊，不止多了一股心安的那种感觉啊，更多的是觉得啊，朋友来到我们家，来帮我们这样子波比啊。